今天是8月1号，这样子，回访大理湾的客户。你摸下破口。啊。你看那能比回访大理湾客户，在这火龙的车间屋。一样不一样？车间屋。车间屋，你看这色彩的大理湾，你看这脚。啊。脚好美，你看了吗？你说脚谁家好，忽然红。哎呀，这么大把子，你要看，那你这个要不要我说？你要说，你要看，你叫雷总把我给拍。你从叶片子看，你看你要叶片子。这叶片子，你看。你把这个，看你给别，看你给别，看你给别我想的看，看。这也挺贵的。啊，你看没？啊，再把这脚不要这个，你看这叶片子不一样，这俺脱的厚实的多了嘛，不一样。嗯你看这，你看这，整个大家拍，你看这，整个你看，看这的，哎呀。这个你看这脚没有，你看这嘛子拍红的，啊，红的好呀！你居然穿两绝对起来，你倒看结果。看你这姐讲吧，怎么嘛子这品风？哎呀呀，你哪嘛子这品风了都犯了啊！哪得这个品风？我都是从今个是从今这一家我这个货郎去出去玩了，最好的。哎呀，你看达到这说了大理湾大湾，你满意不呗？肯定满意了。哎呀妈！我看你这块都这一把子都要100多块了。好，我觉悟，你不行，你把尾巴弄下，我都要130了嘛。对不对？啊，我瘦，差不多。最起码100多块了，你看，郑哥，你看，郑哥，你看，大姐看哈这脚，哎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偏方不是